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，這個是因為有健康就可以做到很多事。不過在這裡我想在這裡祝福華仔有身體快點好回，就是希望大家用大家的正能量去 support 他，希望他好好休息，我們無論怎樣都會支持你的，華仔你快點好回，你靜心休息。你有沒有打過電話給他？有啊，其實就是那天他第一次說 cancel 的 show， 那天下午我就有同過他互相 text message， 就其實預了那晚去看的，咁但係就第二日就已經取消咗咯。咁之後咧，咁我都有即係同佢身邊嘅人去聯絡住咯，即係睇下有啲咩可以幫手啊，或者因為我自己試過失聲嗰個危機啊嘛。咁但係原來 outcome 佢唔係就係失聲，係流感咯。咁但係流感其實我都好心體會，因為我記得舊年嘅新年。安仔都是流感，咁其實係啊，入咗醫院，所以流感其實係好攰，同埋會即係嗰次安仔係持續發高燒咯。咁所以我好明白流感再加失聲，其實係真係個人會係好辛苦、好攰咯。所以我覺得作為觀眾，最緊要係華仔靜心休息好翻，咁呢樣係我哋最想睇到嘅一樣嘢。我每天都喊到好辛苦。梗係好食過好肉赤，因為我自己都好明白。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失聲嘅時候，我第一場我自己都覺得好唔開心，喺台同佢直情一模一樣個處境，我都喺個台嗰度喊咗出嚟。所以我好明白嗰個，即係我諗企喺台上面嗰個演出者，其實比起所有工作人員都係嗰個心痛係嚟得緊要咯。因為自己實在係有心無力咯，咁我好明白呢一種。內心的痛楚。你現在的演唱會準備成怎樣？其實已經開始開會了，其實七月就會做了，其實已經開了兩三次會，即是 run down。 對呀，都很緊張很緊張，還有會去想究竟賣飛的機制應該是怎樣，這個我們都開始商量著怎樣去賣，即是會實名制的。我想實名制其實真的實行起上來真的不是那麼簡單，真的不是那麼簡單，不是我們不想這樣去做，但是其實都有衍生很多的不容易。現在我們跟公司都嘗試想什麼方案是最好，首先就是要買票，就是 make sure 買票的朋友就是排隊不要有危險，這個很重要。但是這件事其實又很難有得寫包單，所以現在公司都很頭痛，就是看看什麼機制對買票的觀眾來說是最安全的，最有效率。